彰化基督教医院社工部为呼吁民众关心健康，也能一起做爱心，特别在医疗大楼盛大举办为期三天的重新起飞以爱相随筹募癌症防治基金义卖活动，吸引众多企业与团体前来共襄盛举。当机我们在筹募癌症的基金，那我们知道现在癌症是所有的十大死亡的原因的一个第一位，所以有很多的癌症病友，那他们在就医的过程当中，他们会需要有一些医疗的一些费用的支出，甚至可能因为生病他们家庭也会陷入困境，所以我们医院有成立一个癌症基金。那最主要呢，我们的目标就是在这三天里面，我们尽我们的能力，我们尽所有的全部能够重复的我们就是达到这个目标。那目前我们没有设计一个金额，我们尽我们所能的。那目前呢，所有的病人只要在就医的过程当中，他们经济上面有困难，生活上面有困难，他们可以跟医护人员讲，他们会转介给我们社工部，或是家属可以自己到我们的社工部来求助。那我们会有社工人员就会到病房去探访，去关心，了解他们所需要的。那经过评估之后，我们会补助他们所不足的地方，来帮助他们度过这个难关。彰基医院社工部主任柯智慧表示，为期三天的重新起飞以爱相随筹募癌症防治基金义卖活动，这次共吸引20多个富热心企业厂商与团体前来设摊，期盼透过义卖活动募集更多急难救助金，让贫困与弱势家庭的癌症病患能获得更多医疗资源与经济帮助来对抗病魔，邀请民众一同前来关心弱势癌症患者，让社会更温暖。公益频道张华允彰化采访报道。